怎么又有人知道密码这个东西？看红包，还两个。这个红包。对。看密码，宝贝。你看呀，这你看得懂吗？看到了呀，小客户员。对。呀，我们他妈，我合伙人发给我一个微信红包，是他妈带着我们公司 logo 的。哎，又暴露了！再改一个，不好意思，我忘记黑屏了。呀，我裂开了，退吧。好好好，那退吧。快快点快点，他妈现在就给我搞一个，快快快快快！哎，我们怎么开的呀？没事，都退了呗。退了，退了就退了。他说房间暴露了。好，密码在公屏，这回别暴露了。哎，你又暴露了，感觉这什么？没有，我黑屏了呀。战术。你不要那么焦灼嘛，不要那么焦灼。这个密码他们绝对想不到。可以，妹妹叫什么？妹妹。哎，看一下。OK， 我等你们都进了吧。妹子 ID 叫什么呀？九次。还是这个往下面吗？往下面吗？九次天下不敌。我进了，我进了。对，我也进了。哎，等，我们都是谁跟谁呀？一楼是那个妹妹，三楼是张哥，四楼是牛娜哥哥，五楼是新仔。哎呀，他为什么提醒我？加入之前的那局游戏怎么办？别理他。一键取消。哦，四楼是那个水友是吧？是那个五楼 SS 是水友是吧？加互换位置啊，他让我们选一张卡。不是你别用啊，这是策略卡后面用的。策略卡是什么东西啊？你在你的地上就可以跟他换，然后让他踩你的地。所以我选了一张卡是吧？呀，怎么还带卡的呀？我没玩过带卡的呀。这不知道是谁呀、啊？高跟鞋，我操！谁是高跟鞋？呀，高跟鞋有点牛逼。好像比，高跟鞋有点不大立体。高跟鞋是谁啊？打这个再打，打下一个号再说。呀，小盒子，你在裹脚吗？出牌了。你没开麦，刘哥。呀，小盒子，你在裹脚吗？快点喽！我不知道他怎么操作呀，他有个骰子，你点骰子呀、啊、你点骰子、啊、我真的没玩过、啊、你看我怎么玩的、啊、把我当孩子那个就好了、啊、就进监狱了吗？对没事监狱，这个监狱没事，就起步进监狱呗，这个小监狱没事的，这个没事，没这个没事，这个没招。哎，这什么要点确定，你要点完成，你要点完成盒子、啊、这在哪里？哦哦，是、哎Nice 十一，罗马尼亚。罗马尼亚是什么？呀，吃猪。罗马尼亚是个好地，不是可以拿去做交易的。改了呀？怎么还有白色地啊？我不记得这是三连吗？点完成。要点一下完成。哎，怎么白色地不是三连吗？是的呀，中间点完成。对呀、啊，不是三连吗？那怎么改了呀？没有三连了，现在。他改了。现在没有三连了，就是两连是吧？前两连。可以。八个人，所以说只能两连。啊！完了，我血亏啊！我第一轮通过了，还用了一张卡。哈哈哈！哈哈！哈哈！等一千，等一千，等说等一千，你是个鱼。等一千，等一千，牛奶开局等一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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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等等，我操！啊！没用，没什么用，没有房子，操！没有房子。这个第一盘这个转盘等于一千，好像要重开。这个是这个刚刚那个是加剑吗？浪漫的土耳其，浪漫的土耳其，人捏猫尾。土耳其还可以哦。嗯，还可以啊、哦。这还可以。转盘冲！小心 pass 九没喝血哦，八六了。哎，谈条件了啊，今天。谈啥呀？谈啥呀？刚开局就谈。刚开局就谈，你他妈谈恋爱吧，他妈谈条件。裂开、哦，我吐了！裂开，裂开，100块，还不如不走。七是什么？缴费。七是什么？七是缴费。十块钱，十块钱，小问题。
大家大业的，不差这点。我们有没有最低价卖房的呀？就比如说点完成，兄弟没有呀，我没有什么最低价呀，没有呀。点我们要点一下，点完成，点完成，这个没那么快速。啊，好。走得快好呀，其实。我的高跟鞋呀，波兰香啊，舒服。高跟鞋会走呀。I love 波兰。呀，到我了，我只能放大招了，我感觉我运气不好。还可以，还可以。呀，谁的歌呀？我在一二三，还可以。哎。干嘛？摇个一吧，摇个一吧。你要六六，你就只能走一步，你还想走几步？完成你们摇个一吧，送点钱吧，送点钱。完成。要点一下完成。啊、哦，好了。我要搞个中国，必须给他搞下来。卡塔尔中国是最顶的。哎呀，缴费妹妹。啊？十六块。还他妈真的缴费了？走你 ，nice， 立陶宛。哇，立陶宛，立陶宛是好地。200块啊，每一步有一块地它就很香，你们知道吗？对，我上来两步还交了10块，还用一张卡，这样完了。缴费400块，缴费20。摇个12，摇个12。缴费20。完成，点完成。要点一下完。摇12。蛇皮。九。九。香。对，我还以为教廷要出的呢，有人要当教主。好，瓦宝。哎，好烦。瓦宝。11、12。五，缴费。我操，缴费。哎呀，84。哎，可以。瓦宝。吃我一口浊气。你气到了。吃我一口浊气。哎，完了。Nice。哎 ，Nice。免费出狱，免费出狱还可以。哎，我感觉这个四叶草，我感觉我这把有了，兄弟们，我再他妈这里再走个地，完了，缴费啊！哎，可以，吃我两口脚气，都比较喜欢高跟鞋啊，你们。感谢老板，感谢老板。呀，都喜欢高跟鞋呀，喜欢被踩踏。可能都喜欢浊气，浊气的滋味。比较好，没办法，我的脚皮是草莓牛奶味。呀，西班牙站高跟鞋会走位呀、哎，舒服呀。呀，高跟儿。可以。哎呀，我现在不跟我结盟，等一下卖你们地少50，好吧？嘿嘿。再来一次。一。呀，怎么他妈每一轮之前还要放个歌，是最他妈骚的。我是非酬啊。呀，把老子地踩了！哎，生哎，哎呀哟！哎，那就不好意思了，那就不好意思了。不可以，要踩到比利时才行。哎，点完成呀，小盒子，你在又开始裹脚了吗？忘记了，忘记了。大 ，nice。我操！我操！准不准啊？他四轮四个地，你知道吧？三个。哇！站台出两个，一块地没有完。酸了呀！我人在哪里？我操！又还要我操！爱尔兰又要摇，我香了这个，我这个没了，太香了，玩不起是吧？没了。我操！什么？别中国玩太变态了呀！这个中国我哎，是不是玩不起？玩不起，这个人真的玩不起。摇个肾都是摇个头，哎，怎么就玩不起了呀？完了呀！哎呀，一块地没有了，现在。谢谢老板，老板大气。啊，玩六六大，你他妈六六！哎，拿尔托呀！拉脱维亚可以搞快递嘛？好歹我一块地没有。点完成，你个六六。哇，一个爱尔兰加个中国，他妈十二是吧？哎，我不玩了。哎，龙卷风。你不玩了？为什么？你不玩，你买单呀？买单可以退。日
认输输一半，认输输一半。认输输不了一半，认输输全款。这还是输哇？那我这上来点错的能输一半吧？走最快是最烂的，没用。哎，还行。啊，张哥聊不聊？哎呀，完了，我没地了。聊不聊？你踩到啥？幽默给谁？哦哦哦，不是哦，黄色是我，白色 ZC， 我想买你拉脱维亚。聊不了？聊不了吗？真完全聊不了。现在肯定聊不了。开。阿炮点一下完成。裂开了。要点完成。哇，打。能不能解开地呀、啊，哥？中国，我的妈呀！我操，还好被踩了，还好被踩了，这钢琴不要起飞了。我裂开，我透，我透。等一下，那个德国，我跟你做个交易，你看行不行？你觉得行，你就做了。What？ 2-1。啊？啊？啊？还有直接让交换？他能这样吗？啊？这肯定不行的呀。啥？真的不是？还有两个车站没出呢，啊、出了你的才值钱啊！小，刘某很小，哎，快，就完成了，完成，小，刘某很小，很小哦，大，太他妈大了，刘某，我操，卡塔尔，呀，厉害了，呀，有给快递，谢谢刘哥，给快递吧，八。操，这哇，真的没交租金牛皮，能不能给快递？一块地都没有，来。哦，谢。还行。哇，所谓的生理地点。行，哎，终于有快递了，立足之本了。别归。啤酒要不要？车站都行。刘，这不是这刘哥的法国吗？对，我操，你们两个可以互相谈。我把立陶宛给你，把法国给我，接不接？不接。然后你再给我快递啊？不接。为什么？我给你贵的，你给我便宜的，你再给我快递不行吗？我这个90-11。我他妈立陶宛值钱。裂开。我把法国给你，你把立陶宛给我，你再给我一块，你别的接土耳其。法国。对啊。在哪啊？右边呀，你右边呀。没关。哦，我们俩是一样的，是吧？对啊，我操，美国，不能给地，可以加点钱。那不行，那就聊不了。聊不了。哎，那不了。聊不了。那呀，那就卡。那我们先卡出去。哎、卡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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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住！啤酒，利比亚开价啤酒，你车站和波兰省快递，然后给你补钱也行。啊？就我想要你的利比亚，等一千，车站和波兰你可以选，我还可以给你加钱，减100，那你加100加，我别，那什么意思？进监狱是吧？对，卡住，那不是个拍卖的锤子吗？对，监狱，可以，哇，这是个什么？缴费。等一千，这是叫等于一千，这个叫做等于一千，一千，哦，没了，没有，来了，减一百，加一百，又到我了。等于一千是什么意思啊？就是你所有的钱等于一千，你现在3762变成1000块，十二等于一千。哎呀，我透，哎，还行，有个车站，拿下，哎，可以，我找车站的人。收短、啊、车站要吗？车站有人要出吗？出的话我收，高价收。5000-3000。3000块钱我帮我车站卖你吧。什么？自己考虑一下，加600，考虑一下。可换可不换，自己考虑。加600。大家都有2000，你还多600。自己考虑，可以不接受，也可以接受，自己。什么呀？你拿那个跟我换贵的，我还要加钱，你少我。我加你钱呀，我给你加的600呀。不来。那就拒绝。你其实血赚。我还以为你跟我换，你我加600啊。你其实血赚，你知道吗？我不赚。哦，叫停！我干起来！教主出了。不是啊，要那个呀。
竞标了呀，大哥。这个交情低于2000，谁也别想拿上。我吐了。我直接给你们玩玩手大的。1600。1598，狠的，九次天下无敌。就是这么狠，你要低就不可能拿。哎，这么狠。我要当教主。当六六六。这个地很牛逼吗？对对。牛逼。花五千。这个地很牛逼的。花一千，用五千就要上。我倒，哎，1800可以了，1800到达大米价位了。牛奶他妈1800买个教廷，真的是他妈优秀，你知道吗？秀儿，秀是整秀。低于2000，打起来了。要不然我们房子盖起来，他们拆两座就没得了，就要去卖去了。这什么东西啊？2250买教廷，不是你们他妈你们是挖煤的吗？2250买，我的天，上当了，阿炮。阿炮是真的太有钱了呀，我操！啊，挪威吗？哦，吓我一跳。挪威还有加拿大要卡塔尔，给一个古巴或者加拿大，古巴加拿大，好六，1、2、3、4、5，完了奥尔良交钱。加拿大或者卡塔尔或者英国站，来，是完了，停车费，450，呀，多了一个呀，这是我缴费了呀，我交100，你交80，哎呀，小得很。我们现在要我们两个挖宝，我们两个把生意做了才能赚，什么意思？叫停这样吧，这样换什么？我用那个我用左边那个换你贵的，我给你块地。对啊，可以，没问题。对，我给你一个那个美国站，不要站，那就聊不了，聊不了。那或者你加一个土耳其跟我换。我要便宜的，你要贵的，你加个土耳其跟我换。妈，我一共只有三。但我们就可以把他们关了呀！现在，我就只有我们两个有房子呀，只有我们两个。我们现在每晚一秒换，我们的优势就会降低。你四个房子。那就算了，我用贵的换你便宜的呀！你想想。啊，我加个土耳其，你上个美国站。那你，哎，换了。哦，不行不行不行，那你加点钱，你是贵的换便宜的呀，你如果是便宜的换贵的没问题啊。那个站没什么用啊，土耳其太便宜了，这个地踩一脚他妈一点点钱，跟他妈车站差不了多少。你加个500块我就给你换了，好吧？现在500块有什么用吗？你加个500块我就给你换了。3博，不行，那就不来。刘哥，要不给我嘛？当然，我有点不想给钱了。给我，没事。盒子，蓝色，你卖地吗？你现在地可多余的地可以找我换钱，我是高分。是。价格包你卖你。谁在盖房子的呀？公差。那都有人起房子了。对，我们两个赶紧交易了。蓝色，你要钱的话可以找我交易。为什么那个蓝色的只有1000多了，所有人都3000多，他是干啥了吗？他买了教廷，他2250当了教主。我操！为什么？啊，你开的吧？二，这多少钱？啊，自己踩自己的吗？我吐了。呀，他妈的，这个谁有吃鸡了呀？中国也是他的，他又有第二贵的，他又要点一下完成。怎么造旅馆呀？我不会造旅馆 啊，那就别造了。也完成吧，也完成。这叫不会造，完了呀，我完了，这踩一脚没了。呀，太痛了，又太痛。不，我们两个真的要做生意，不然我们两个要亡。哎，中国卖不卖？蓝色卖地跟我交易。中国不可能卖的。中国卖不卖？不可能卖的。我们两个真的要做生意，不然我们两个要亡，你知道吗？
那现在土耳其怎么说？哎，完，我没了呀！我到现在为止一块地。阿塞，等一下，等一下，这样，等一下，我想一想。这样吧，我要贵的，我给你加，给你加个800块。不要钱。那就算了。十。那这样吧，算了，聊不了。那我要贵的，我给你个日本站，可以吧？怎么说？我要贵的，我给你个日本站，给你块地，这样行了吧？你不要钱，我给你块地。怎么说？阿炮现在没钱啊。日本站太便宜了。那他妈你钱又不要，地又不要，你就不诚心做生意啊？你妈哪有开发商像你这样的呀？那你这这个聊的不大不对呀。那我哪里钱？我不是，我给你地你也不要，给你钱也不要，你就是摆明了不做生意。我该怎么办啊？那聊不了，你他妈你来就给我端完那怎么行？小猴子他是要1100买你这块地，我感觉他在骗我的钱。没有呀，你凭自己感觉交易，有点便宜啊，他2000，最少2000，小伙子，最少2000，不行不干，2000，拒绝你，2000你买，你去买，或者这样，你我把贵的给你，我们换，你给我800块，可以吧？给1000，这样行吧？这样可以聊吧？聊，啊，聊，可以，我鸡巴开。卖不了2000的，你那蓝色，你卖不卖地啊？蓝色，来，交易，还不该你啊？我知道。好像这个教廷是不是要踩一脚清江荡荡？踩一脚777，现在。咦？确定，宝贝，确定。蓝色，你做交易吗？你现在缺钱，如果说他们拖住你叫停，你就死了。你把地卖给我，我可以给你钱捧你起来，行吗？嗯。希腊是谁的呀？考虑一下。这两个地我给你开这个价，行吗？下一回合。血赚不亏。怎么说嘛？而且你需要钱保命。希腊还是谁有的吗？这两块地1500块，我出2000。你要多少嘛？你就直接开就行了呀。那我给你加个2100嘛，好吧？你要多少？我出2300块，2300块。2300了啊！什么意思？那我要1块地好了。这个。别说你。这个地血。这块地我出1500。这是谁怎么说？牛奶出1500，这块地牛奶出1500。下一回合交易。好。等一下再说，等一下我们谈好吧。择日不如撞日，我跟你说，他口嗨选手，他不一定买你，你拖住你就没了。买卖不成仁义在的。哎，那兄弟买卖不成了，我刮了。你看，买卖不成，我先动手。你看，等一下我们慢慢谈。牛奶是真的老六，他妈的，玩大富也他妈搞老六的，我让你骂我。不钱出狱吗？我操！黑网吧牛奶师承刘某。出来了他，完了，200块，你也可以，我可以。完成。我感觉我上当了。搞就搞，不搞就拒绝。哎搞就搞，不搞就拒绝。搞就搞，不搞就拒绝。为什么是1000？搞就搞，不搞就拒绝。哎，别说。啊，搞就搞，不搞就拒绝。换了，锤。800。20年啊，妈呀，不做生意了。你脾气大得很，我没脾气一样的。太委屈了。哎呀，人家妈呀，哥。太卑微了。日本站还可以。我加200块。摇一个4444呀，真他妈是四两个，但是好多四。挪威，回家。问题怎么全部是对子呀？他对子三次直接裂开了。他要再摇到卡塔尔，我们这局是可以投了，真的。他要摇到卡塔尔，我们直接退吧。直接退吧。
直接前往，还是有机会的，我操。怎么说呗，姐姐？美国？怎么说啊？美国卖不卖？不卖不卖不卖，不接受任何交易，除非破产，好吧？我抬你一手都不抬，都不行吗？对啊，阿豹，我也想抬你一手的。比利时1200，很好了。比利时，我出1350。你说，那等下你卖好吧？那行啊，你反正你刚刚说的1300，你现在1200，我就1350。好，我1400。你1400，你先跟他交易吧，我等等再看。哎，男人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买就买。我们不做生意，大家就是一起死，你知道吗？可以，你就1400卖给他。这样吧，我800，我跟你反换。抬你一手，我用贵的买你。谁不是八伯，我换你。你这个套路给我安的深了，就为了这一步，是不是？1400，你来一下吗？安的好深了。那要么这样，那就800，我买你的，你换不换吧？我跟你讲，1400肯定不能卖啊！他现在就只有一个叫停，他把地卖了，后面就没有活路了，他不能卖的，1400也不能卖的。不接啊！不接，你为什么不接了？你刚不是说到八百？我换你的嘛！1000成金价，八伯1000啊！9伯各退一步，9伯，9伯各退一步，哎，麻烦麻烦，换了，日你妈喂！难的，崩溃了，没了呀，是吧？为什么张哥的房子造的比我好呀？是特权吗？哎，挪威的森林它不香吗？哎，挪威好红啊！自己采自己，它不香吗？哎，泡泡，你有地要卖吗？考虑，还没有，目前不太想动一下。加钱喽，比利时卖吗？泡泡，真的太贵了啊！没有，不可能2000。你有要赔我钱吗？没有，我加了300。他1400买你的，我卖吗？差不多，真差不多。我出1500合的，真差不多的哦。差不多2000，不可能2000。他出2000，不给了，拜。哎，1500，最多了，真最多了，亏一点他妈就亏一点，你妈不，我不亏一点他妈这个瓦斯不做生意啊，他不做生意，你妈我们两个在饿死。这个逼他妈的抠的很，是那种你妈典型的你妈，你要么赚，要么赚钱，要么你，要么就他妈赚多，要么就他妈不赚。现在就两个，你卖这个畜生，我呀，不是盒子，你就2块地，你现在卖了钱也没有用，等一下没有人会给你卖地的，你别交易。你妈6-6。你跟我不卖，别想骗我。我砸啊，够了。那加拿大，我靠，加拿大。哎，只有这个卡塔尔值钱呀。啊，1500都不卖，那我一起卡死吧。右上角欢迎来踩呀。有没有兄弟卖块地啊？到现在就1块地，哎，来波叫停礼拜一下好不好？我们也阿炮，你做交易吗？阿炮，真的，你地卖给我吧，要不然的话我对你下手了，我可以给你出这个价。1800想买美国，真的就成新价了，说实话，3000也是我大部分经济了，3000。不卖，现在阿炮，你真的不卖是吧？你好行，威胁起来。我他要做你家手上有一张偷钱卡。哎呀，往后等一下，我可能会偷你钱了。那我这里踩一脚好香呀。那有什么办法？那不卖我弟呀。哦，这好难啊。嗯。呀呀，呵呵。哎呀，有农。哎呀。呀呵呵，我用美国再换你挪威好吧？美国比挪威屌。你换挪威干嘛呀？我美国换他挪威呀，我不换吧？你美国换他挪威？你想想小盒子。美国是阿炮的呀。我吗？我对我美国再换你挪威，挪威肯定没有美国屌呀！你想想。美
等我考虑一下，先先你先玩，我说台湾先注意一下。你这是日本，哎，日本，哦，日本，日本，真的，你别想杀了我。心想美国不是完点完成呀，小盒子。不点了呀！啊，我有两个字要上字。我不是我的猫，哦。我以为我已经完成了。不是，为什么全局踩他？你不踩我这里呀？踩惨了。小盒子，我等一下要给你谈一下生意，绝对包你满意。好。好。把所有房子。哇！用卡了。哇，你们刚好市场这便宜。哇。五个。哇。高楼大气啊，一个个。我欧皇呀，摇摇呀，六六，谁被关起来了？挪威两百二，小猴子，我买你挪威，嗯、怎么说？他们说让我别上你的当，你他说你他们说你老油子了。我老油子，我现在一块地，我现在只有一块地，我2000块钱买你挪威。他们说让我买你的，把你的地买了，可以吗？你把我地买了，我一块地没有，我直接退。我直接退。那谈不拢，谈不拢，谈不拢。2000块你都不卖吗？朱莉，朱莉，卖吗？你卖哪块地2000？他说挪威。挪威2000，我操！别，你亏大了。那我直接3800了，卖不卖吗？不是，你3800的，你细想，因为你把挪威卖给他的话，上面那一条全部都见了，谁过谁死的。如果不卖，你还有机会，因为你现在没有两年。真的，2150，不然我没了，我玩不了了。我卖你地，我一块地都没有。2150是我秒卖。哦，这是哪个？那好吧。要2150，你赚了，呵呵。要怎么只有1700啊？为什么还他妈抽税吗？我跟他打游戏之前交。那怎么1700啊？还抽了税的吗？什么1700？我3900块。我知道呀。那怎么他妈，哎？香。呀，卡塔尔张哥踩了呀，卡张哥鸡了呀，张哥鸡了。完了呀！现在上面那条街谁家张哥？王姐姐，诚心价。张哥聊一下嘛。聊一下嘛，你又剩下2块地，换我卡塔尔。你们怎么能没这么多地啊？踩一脚没了呀！你们张哥俩换你真的？你他妈别人建好的脸换你个卡塔尔？踩了不就行了吗？你他妈拿他妈机关枪去抢嘛！日你妈哟！真的，你就白了。他们在聊天啊，没了呀，不想一脚没了，真的，这个你不要，你没钱，你没玩不了的。他们在聊你。真的你妈你2块地换别人他妈建好的最贵、哎、第二贵二点你他妈1块地换别人2块太他妈狠了呀兔兔你妈你拿起你拿刀去他妈去他妈去扫荡哦你去你妈快没时间了没时间了你在批发市场吧你去没时间了喂哎呀他妈的哎呀我吐了两个，我靠！你2年地，2天就200，我这个。不是，我没房子，你要想。他们多少年了？你踩一脚你没了，你肯定要跟我交易啊。哎，把闪电放到选择的土地上有什么用啊？你跟我交易啊！你不然踩一脚没了，真的，他们都有房子了，我没房子现在呀。今天又上脚踩一脚直接炸。有没有好兄弟跟我一起把这个蓝色搞死？反正他不卖地，我决定杀人了。真的？好，裂开。还要偷钱吗？偷钱的。蓝色，你现在还卖地吗？我问你，这个地我给你出2000，你要不卖，你真的没了。而且我还给你加钱。他就真不卖。你就真不卖呗。阿炮哥哥，我可以给你换，我可以买你的比利时吗？我出1500，2000，可以吗？现在这个点2年地2800起卖。
就两千八嘛。真他妈臭逼狠，这些人真的。可是我点哪里呀、啊？不是你没资格跟别人谈钱的呀，你要死了呀，泡泡。我怎么我点哪里呀、啊？这里，这里。我跟你们说，这里没有一个好好做生意的。我跟你说，真的没有一个一个比一个狠。两千七百五可以吗？一个比一个狠。我晕了，没有一个能谈得来的。我可以吗，炮哥哥？两千七百五。两千八，呀哟，直接要不，哎呀，锤子拿点兵力来，老子换。你妈呀，老子也不卖的。两千八怎么可能？两千八。现在别他妈跟我聊游戏币，兵力。可以吗？我吐了，我真吐了啊！两块钱真放弃吗？我吐了啊！我没有换两块的呀。哦，两厕所，两千一百五十八。可，我吐了。我还可以摇一次吗？怎么还给我摇？起飞，冲！我有没有不要的破地烂地拿来找我换钱的？他怎么一直给我摇骰子？怎么还是我？我要踩了，要踩了，踩掉停！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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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好还好！哎呦哎呦哎呦！还能摇吗？啊、哦，好了好了。我看一下，我前面有没有危险呀？我在哪儿？我在哪儿？我人在哪儿？你人在哪儿？我人在哪儿？你人不见了。我人呢？你是？我在谁谁谁？土耳其。我只要不要试就没事吧？我现在。对，我不着急呀。谁谁谁？嗯。土耳其聊不聊？不聊，暂时不聊。不是啊，你们都有房子呀，你们都不聊的吗？没钱呀，给我钱多呀，我可以聊的呀。土地是我的命。不聊吗？呀，土耳其，土耳其是你的命，为啥呀？你不是有房子了吗？两年的都。为什么中国造不了房子？点确定啊？你那个啥，一千块成金价，聊不聊？哎、啊，都是一些铁公鸡，真的他妈吐了！哎，何黄，你要盖房子呀？你要高楼起呀？你左上角两个你，你买了你要起呀，妹妹。好好，马上马上。盒子，你趁着现在起，他们都降价房卡了，你赶紧起。花年华，花年华。反正就谁。你刚刚说啥？我没听清楚，我在打电话。你要右上角你的房子你买了你要盖呀，你要盖呀，你盖了才会有小哥哥进去，你才能把他们吸干，才能有凯子哥哥进来送钱。对，我知道了，我马上盖。白色卖地吗？这是谁卖地吗？土耳其可以卖吗？价格包满意？卖不了。谁去我那儿踩一桌呀？真的招铁公鸡，铁公鸡。踩我一脚，让我回回本儿啊！两千一百五买了块地，现在就有两块地。一二三。最便宜的两块地。是不是有？有人没点准备啊？不是完成。等一下完成啊，炮。等一下，我再。好。金姐，插座一下。啊，上厕所。我不是玩呀、啊。没事，随便玩，不要他卖地就行了。哇！谢生活之间送的火箭。如果被钱买，钱卖。有没有谁要做交易的？现在可以做交易，啤酒要做交易，放。好像不太缺钱的样子。建设是吧？都他妈太有钱了，现在。这里吗？对，使劲点，多点几下。意大利也是。就我最穷。一边点一下。现在现金流很重要，绝对不能他妈踩到。再点，深满。这上面已经有点过不去了，兄弟们。这上面这排房子建的人已经过不去了。五六。呀！哎呦，太吓人了！这个地方踩一球就加急的曝光，左上角踩一球就没了。主要上半夜这一半就是谁踩谁先吃鸡。太恐怖了！
他们跪的地都建起来了，贼恐怖。地早抽干。哇！踩一脚，钱快，好的，可以合资收租了。我吗？哇，对，收个1000，要但小心哥哥，要不要换个房，卖个房？你那个波拿香得很。床现在我一回合只能用一张卡。我这个肯定不换位置呀，我还有可能踩塞尔维亚呀，而且还能避过右上角，我肯定要换位置啊先。哎，能不能加入啊？哎，把闪电我们满了满了满了，没你的位置，你去专心打英雄联盟吧。啊，把闪电放在选择的土地上有什么用吗？专心打撸啊撸，好好冲锋啊，妈妈。我们这个成年人的游戏不太适合你。是不是前面点完成啊？阿胖他在用策略。小马爬，哎呀，太过分了呀！弹幕真的是你妈，拐这脚亏了。对，你们就给我监督小马，让他用力的打排位，好好的冲分。这有，哎，84。哎呀，等一下，我好不容易躲过了这一圈圈，然后又这个陷阱有什么用的？就是把别人在这里夹住一回合，这张卡有什么用呢？现在已经完全买不到房子，看看能不能把谁弄死。你放你这里吗？不该放陷阱，我这回合是不该放陷阱的，这回合真不该放陷阱。陷阱卡是为了让我一回合不动，我这回合想动的，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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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酷了。Z 是几块地啊？哦，他进监狱了。他为什么可以不用给我钱啊？你进监狱了。嗯，你是不是在坐牢啊？是的，是的，坐牢的时候不用给你钱。我还是得把我的伴奏找出来。有没有骰子能让我一坐牢可以100块钱？那个兄弟，那个罗马，你那个塞尔维亚卖吗？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八个、九个、十个，妈呀！这个时候看什么？水影，那个塞尔维亚卖吗？上面那一排房子，我挺喜欢那边的风景的。用会卡保自己，就拖着就完事。哎，水影，那个塞尔维亚卖吗？水影，多少？多少？9.5。哎呀，9.5不行。你要多少？1200。1200吗？1200我卖给你吧。你怎么卖？就我把我那个把佐罗马尼亚卖给你啊，1200你要吗？这不得要了，这你就2个2连币了。对，你要不要？1200吗？那1200就行，1200。算了吧，我1200买你的吧，我买你的吧。
可以可以。感觉你不是特别想卖，我买你不是特别想卖，我买你的吧，这样你舒服一点。没想到我的可以，那就你买吧。那我要开出狱了。不是，我本来想把他的现金搞低一点，你们知道吗？但是我看了一下，他妈现在大家都太有钱了，我想让他的钱少一点，但他妈右上角刚刚又有人踩了一手，我想让他钱少一点，这样我把他的钱拿了之后，我就场上钱最多的了。这边他妈卡了这么多人，等会儿他们活不下去之后，我慢慢去买他们的地。这出来了还不如没出来。啊，刘哥1600块。我何总小心啊，这个时候就是。你怎么这么行啊？比走位了。刘哥，踩他地踩了好多。是吗？哦，没人踩我的地吗？哎，他的地是哪一块呀？没事，只要在外面待着，不进监狱就可以赚钱，还可以。他怎么这么多房子呀？哇！哇！哇！刘哥生意又做起来了呀！刘哥怎么这么多钱啊？没了，这时候两雷点就没了，接下来就要死亡了。两个5000多块，什么五十倍币啊？完了，现在两雷早就没了。完了，刚盖就踩。我也觉得是这样，主要是两个利空。牛哥，你把我喊了，你要把我杀了。你可以卖地啊，我接啊，我买啊。怎么都没人讲话了？人家陈凤告诉自己失去的400块、500块了吗？待会儿失去的500块红包吗？但就看走位啊。这游戏这么基本上要有两个人出局了，快。这是什么？橡皮擦。收到了，你把那个给他吧。小新怎么说？美国要吗？多少？3000，直接3000，开个价。我什么？刚刚2000，刚刚2000，你又不卖？那你现在要不要吗？现在我买不起了呀，买了我也起不起房子。你便宜点吧，我们都退一步吧。刚刚4000多块的时候，2000块2200我都抠了。1800，我们一人退，可以交易吧？多少钱？1800。别听他们的，我们自己来。1900，我要了，1900我要了。2000。你跟我做生意啊？我们两个不，你给他1900没用的，他就起了，他已经4个房子了，你只能卖我，你信我，你只能卖我。没，大家说实话，你听我说，你哎，那个阿炮，你卖给他是2年，卖给我的话，我没有2年，我只有1块地，而且我还出的钱比他多。哎，怎么说？哎，小心这样吧。啊，你说。嗯。加一个车站。啊？什么意思？哇，我。哇，他2年。给你的价格便宜一点，我没有脸，我买的价格更贵一点，你卖给他 YGG， 你他妈的是迂腐。对呀，我刚也。但是我要了他的西班牙车站。我也日本站呀，日本站他不香吗？他有和牛呀，有他妈怀石料理，你不懂吗？但是车站在教廷旁边，非常的便利啊，关键是。牛批。哎，小妹妹。别呀，张哥。想，哎呀，张哥，你用龙哥的和小妹妹的时候，我都给你打掩护了，你怎么这样对我？啊！糟了，你妈的又要塞。刘哥，他得欢迎你啊，刘哥。啊！出事，小盒子84，哦，给牛奶交了。不是我。就是。完了，我只有298块，我的妈呀！盒子，你俄罗斯卖不卖？我抬你一手俄罗斯英国站，
我给你两千，而且我拿了也起不了地，也威胁不了你，还可以救你命。你想吗？有个问题，为什么中国不能造房子呀？因为要两个连在一起才能造，你要把这些的卡塔尔买了才行。三哥聊一下嘛，聊一下嘛，聊一下，聊嘛，你聊嘛，你出价嘛。我出价三千，不好聊。三千不卖，兄弟，你三千，我给你个建议，我做你的投资顾问，好吧？两千五，不要再给他一毛钱了。我下手。好，两千五，一流哥的。三千还不卖，你知道他这种是什么吗？他这种就是他妈六六。炸呀你妈！现在他妈的两千三不卖，日你妈就爬开。不卖。两千。不卖。那就让他走，让他熬。他这故意倒你，你知道吗？那你就让他熬。你妈三千都不卖，他妈太狠了，真的。我小心。三千都不卖，我人家妈，你要不要宾利嘛？劳斯莱斯你要不要嘛？法拉利，人家妈三千都不卖，你要法拉利你要？我他妈太狠了。聊不聊？我聊了他妈就没了呀。我有一块俄罗斯，有谁要吗？出售了，出价了，兄弟们。俄罗斯有人要吗？俄罗斯我可以要，你要多少？出价，快快快，出价！你出个价，你三千都不留，你他妈太狠了！给你一千三。一锅逼一锅恨，这个游戏玩起来真的看到人一锅逼一锅恨，太狠了，人家骂人。一千三百的，我一半的钱给你，我阿炮跟你要这个俄罗斯。哎，我上面谁来他妈踩一下啊？阿炮吗？那好吧。那你妈踩你刚是不是给我卖过房子？那好吧，怎么交易啊？交换。交换。阿炮。说，目前。给你一千三，刚好你还能踩一脚，就是你能保两回合。我可以偷偷要一千三百五吗，凯子哥哥？什么？那来吧。一千三百五吗？多我这五十。这把就他妈别想争第一了，这把就他妈的，这把第一肯定是这个人的了，肯定是水友的了，这把就不用想了。向每位玩家支付。兄弟们，要开始送钱了，这里他妈太难过了，我操！我刚卖房子，然后就又。没事。哎，安建的房子是新鲜的很，不进来耍一下的嘛。牛批的走位。啊，七百七十七，舒服。总算有回头钱了，我操！啤酒做交易吗？波兰或者希腊都可以。七八七。乔老师，日本站卖不卖？乔老师。啥交易啊？啊？你波兰或者希腊直接开价。日本站多少钱？怎么放呀？出价。啊？想想看啊。你出个价。你开吧，你买，你开吧，合适就行。一千一。啊，接了，接了。哦，接下来成单太贵了，死亡六点啊，没了。你自己报的价呀？妈的，还要缴费。啤酒，你到你之后，你跟我交易就行。不贵，开你喜欢的价。这太贵了，现在来不了吗？不是你自己开的价，你说我这太贵了是啥呀？没事没事，和团没签，问题不大。就你过来口嗨一下，你就不签合同，你就说，哎，兄弟，你这东西卖给我一千一二，我不买了。你自己报的价你不买了，你搞老哥心态，你这个逼微信不给我转二百，你自己报的价你自己推去了。你怎么回事？你做生意你不想好再来聊天，你瞎鸡巴口才、啊、为什么还你怎么回事还有废、啊、呀脑子裂开了啥意思啊哇全场全盖起来了我死亡六点一二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9,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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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这还要？你是要把我榨干吗？我已经很给你面子，1000块钱就给你卖个房子了，你还要？你是贪心怪吗？
客栈没有。你是不是渣男？你直接跟我说，你是渣男是不是？客栈没有用。我不信你的，我要。你刚刚骗房子的时候，我还给你面子了。我说你之前给我卖房子，你现在还骗我，把我当凯子是不是？走。那你多少吗？你出个价。我不知道，等下一个出价的我再考虑。你先跑啊，赶紧跑，等什么呢？650。别把我当孩子，你是不是把我当孩子？是不是骗我？是不是骗我？我越来越觉得你肯定骗我了。你走。哎呀呀，太晚了，都是些夸夫。啊，我在哪里？我在绿色。先点一个这个，先恶心一下你们。差不多先这样子吧。我现在是，好了，我现在。哎，我不能跑吗？中间的，你知道吧？对，用了策略卡之后不能用。没事。我想我看一下地形啊，我看一下地形，一个两个三个，有可能要踩我的地，这两个人都有可能要踩我的地，老子出去了。他刚刚我觉得龙哥他是不是在骗我呀？他刚刚买了我一个房子，我还给他面子卖给了他，他还继续买我的，他是不是骗我把我当凯子傻？哎，那个高跟鞋姐姐，希腊要卖不卖？可以卖啊，价格希腊得高价了。我因为我没有钱也没有地。那算了，我现金流不是很充裕。对，这个白 ZZC 你卖土耳其吗？哇，舒服！高跟鞋小雨也才1000，不聊了，回头抢啊！不是，你别看我只有1000 ZZC， 我跟你讲个道理，我手上有一张换位卡，如果到我把我跟你换位，你就直接没了，你想，对吧？就不是说玩威胁，就是说，如果说可以交易的话，我可以把希腊卖给你，让你起来也行。不是最不怕威胁了，知道吧？我可以卖地啊！那就换，反正我光脚的不怕穿鞋的，换吧。行，哪个刚刚做兄弟给你渣男，都是渣男，对吧？对，我给你地你也不要，然后我说我要跟你换位，威胁你也不行，那这个稀土就没有了，我就只能跟你换位了。没事，换。那行，那就换位吧，刚好是我的地，我也不用。我也有换位卡，你说的好像我没有一样。你不问题，我在你前面呀。没事，马上我就跑到你前面去了，没关系。张哥是那种铁头啊，知道吧？老子宁愿死你，妈哟，老子这不亏。什么情况下我不赚钱，老子也不，我他妈也不用，就是不亏。张没办法呀，游戏进行到这一步了，我只能这样玩了。张哥聊一聊嘛，张哥，你看我们一下讲两块地，一直都建不了房子呀，聊什么意思啊？出个价，现在2000吧，之前3000，现在没钱了。聊不了你就等他踩地，这样治下这个逼的坏脾气，真的，你信我？那我给你踩。把这个鱼马，把这个鱼娃子的脸嘛治一下，他踩了地，他盖他降他房子的时候他就晓得心痛，你知道吧？你在想屁事吗？900块，然后你看我们俩都造不了房子，没意思的呀。他们踩过来都不痛的。希腊，我卖2000，我卖1000个，1000个，你知道吧？你两年你卖我900，不要。那个小盒子，你两年呀？你怎么可能才1000块呀？啥呀？英国车站真没有用。800, 不信，骗子凯子，骗我当凯子，把我当凯子，不信，走开。车站800块已经赚了，说实话。车站真的吗？那你再来，真的吗？给我裤子上什么意思？800已经是比市场价贵300了。车站有什么用啊？车站就是你有两个车站才有用，你要当个车站就是废物。那好吧。那给你了，疼你一手。啊，阿炮玩到现在，你妈一个教廷，两个车站，1300块，你在耍他妈的丢丢呀，泡泡。我比他还惨呀。他已经把我蛇皮了。我他妈上来放了一张卡，然后没有漏。怎么就差一点呀？厉害了呀！哎，哇！表妹哇！
还有六连，还有个六连，还有个六连不好过哟。你们在勾心斗角的时候，你们在勾心斗角的时候，我默默的被牛奶拖到了监狱里面，我是看到奥林匹克好凶哦。要活就好。走位，走位，走位，蛇皮位，走他妈的蛇皮位，那我香巴帮局。走位，坑了2150块。走位，走他妈蛇皮位。1500。张哥，2000卖不卖？聊不了，2000没得聊。真没得聊。嗯。没事，你等着，等会儿我买你的，好吧？等会儿你宰我，好吧？还能不能宰我？不好意思，没钱了，还有个意思，现在买不了了。等会儿你可以宰我。牛奶哥哥，刚你那个房子是我卖给你的吗？是的呀，我花了高价买的，人都没了。是的，然后你就把我拖到监狱里面去了。你没有在监狱，你在停车场。好兄弟，你反正就把我拖回去了，吓死人了，好兄弟哦。哎，不说了。完了，12再咬，过了六十。下面来希腊八模块卖不卖？希腊，15、16、17，咬个500块。哎，等一下，等一下。不想玩了。嗯，拖我进监狱。丽丽。哎，我的两块地有没有要？报价，报价，两块地报价。直接连房子带洞，直接给。多少钱？4000块。买不起。想一想，怎么玩？没了怎么？你那些窑啊，你再撞着。你牛奶哥哥要不要挽回一下？你有诚心价，你再来找我牛奶。牛奶哥哥挽回一下我们的友谊。怎么挽回？你给我钱吗？刚你把我拖到停车场，这个给他少几钱，给他少点钱行吗？卖给龙哥。你又把我拖到停车场去了。大家做兄弟的，你居然这么搞我。我是最惨的，我搞你。两块地。那你是不是？卖谁？卖龙哥，给他便宜一点。怎么个便宜法？4000能买得起啊！我他妈后面还要走路呢，我走上去我人没了呀！4000太贵了，我是最有钱的了。你现在不着急吧？你还有1000块可以踩一，还有可以踩一脚。你到你实在不行的时候你再来吧。只能踩一脚。啊！又是全场唯一的彩票我中了，哪里？帽儿，舒服。完了，压力有点大呀，一脚踩下去应该人没了吧，先350。俄罗斯有人要吗？有人要俄罗斯吗？我要刘哥800。我卖1块地你也有钱是不是？就是我卖1块地，你把这块地买了，踩的这块地你也有钱是不是？没有，俄罗斯800，就我已经盖好了。800，不二价。俄罗斯800太便宜了，我车上都800了。900，最起码900。985。啊？985。算了，我先走一下。哎，还行，问题不大。蓝色、绿色，能不能踩一脚我的地？买亏了，真的买亏了。跟你换个车站怎么说？我那个地方怎么没人踩呀？你还没人踩，都踩裂开了，都走遍了。我肯定不买俄罗斯羊啊！终于来钱了，直接裂开。啊，它没了吗？洗碗呢？洗碗了，直接炸。洗碗呢？熄火。我在哪里呀、啊？给我来！二。
奈斯把我拖走。十，你奈斯。哈哈哈！人了。哎。哈哈哈哈！我有他妈蛇皮走位，知道吗？我是他妈蛇怪。哈哈哈哈！蛇怪。哎呀，张哥，对不起，我以为你是牛奶。对不起，你要什么？我给你。对不起，对不起。冷静，冷静。我干嘛换？啊、小盒子想置于我死地，我知道。对不起，张哥，对不起，张哥，你要什么？我不给你，我以为你是牛奶来着，你俩长得太像了。没关系。完了，我没了。完了，顺子。完了，还再摇一次，摇个五六吧。加拿大，美国，来个五六，一二，啊，这里要九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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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六呀，九十，来个二也行，九十十一十二，九十九十九十，哎，完了完了完了，没了没了，一二三输了，哎，哦，监狱，哇，完了，直接的，哇，香，完，卖地，一脚就没了，价格牛奶报价格报价格，3000块，3000块，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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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给你全给分，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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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奶哥3000卖给我，给了给了。哎哎，不好意思，先到先得，马飞。太过。香呀，刘哥。刘哥赢了呀，你啊。好的。我肯定第一不了呀，这把我没有贵的地，这个地很便宜的，而且我现金流也不充裕了，我现在其实很危险。我在刘哥，你帮我跟张哥聊一下，真的很开心。聊成功了，我们俩分嘛。我不分，我不分，我帮你们聊，我帮你们聊生意。你现在买的话，说实话有点买不起，好吧？你钱出多了，你想想，你如果是超过2500买，你把房子修起来，现在是50%的加倍，你手上还剩多少钱？你手上还剩个1000多块，你踩个一两脚你也很危险，你知道吗？如果是我的话，超过2500，我肯定不买了。张哥多少呀？哎呀！而且他现在 ZAC 不缺钱啊，他有2000块啊。你们这个生意不是特别好聊，好吧？好，再等等。龙哥是土地主，怎么这么多地啊？呀，为啥就往那里踩吗？不往推后面踩呀？我都去踩那里，踩啊，狠狠的踩。没有办法呀！求求你们，谁把我送到监狱里面去吧？我不想在外面待着了。刘哥有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还有一个车站。妈呀！所有现金太多了，我吃不了鸡啊这把，但我这把应该可以搞一个名次，兄弟们，前三肯定有我的位置。朴老师，车站卖吗？卖卖卖卖卖。卖多少？你刚刚卖小盒子800吗？这个是第三个车站，我也800给你，好吧，不涨你价。现在有人已经死了呀，还地上有空地呀，随便走呀，先走呀，先踩地呀。我800给你，不涨你价，好吧？可以。你上，你两车站的时候是800买，我三车站还给你800，绝对这就是不坑你的价格了。顶八，在这跳。对啊，在九十八玩的，顶八在这跳。超百五，你想想，你买两车站是800，三车站这个人不涨你价，原价你还要占他50块的便宜，你觉得你是不是有一点过分？你是不是把我当袍子？你这个行为，我决定不把地卖给你的同时，还要微信找你转账200块。先走两步，别急。到我了是吧？你看，你如果刚刚买了还节约25元，你是不是憨憨？为了
五十块的便宜，结果多花钱。快跑！燕儿。怎么说，歪姐姐要不要巴博？现在不要了。哦，现在不要了，现在不要了。OK， 现在不要了。哦，为啥现在不要了？哎，差一点，我裂开了。这个锁又好长哦。哇，他把把都踩不到地的。嗯，他从来没有踩到过别人的家里。天选之人，来个八，八哎，西马六六。等一下，迷离石是现在可以买吗？喂，等一天，等一天，没有没有没有。啊，说，减一百。我没什么症状，我就流鼻血呀。哎呀，有事。我最早的时候抠过，然后现最近这几天都没抠过。对，然后呢，我用力擤鼻涕的时候，它就啪就流出来了。然后呢，我睡觉的时候，它也不知道为什么它就会流出来。谁跟我换的呀？有有有。他把你直接拖到了停车场，对，没跟你换，你又被拖进去了。有，有，要。好，贝贝。阿炮聊一下。齐了。齐了。下一轮聊好不好？看一下局势，下一轮聊。我在哪里？绿的。沈凌，你让我去医院，我在直播他妈怎么能去啊？我今天要他妈拉满了干活。是。哎呀，香，香香香。啤酒，小新哥哥要不要买房啊？小新哥，小新哥哥，买了没用呀，这两块很便宜的，无那建房子呀，那不是钱呀。不要四跟六好吧？哎，哎，怎么他妈疯狂在往前冲呀？哎，怎么疯狂在往前冲呀？又他妈冲到死亡六连了，前往中国，龙卷风。别，大风车要么直压压你刮。这个太过分了。我可能要踩你的地啊，我肯定弄个最贵的呀。太多了，钱多消耗得起。哎，谢谢老板。哇，一千八这么贵哇！一千。谢谢老板。好贵呀、啊！怎么办？你不仅催我房子，还要催我钱。那香啊，香的 photo。风台，牛日的，没得玩，牛日的，没得玩了，我地也没有。你现在就在狗排名，你知道吗？你就在狗排名，这个地图上已经没有任何东西属于你的了，属于你的只有你自己。我本来就两块地，我还花高价买了一块地小盒子，小盒子搞我。等一千，我没有没有。等一千，谢谢。等一千，最足富人心。这句话没我没有没有没有，牛奶是他妈最骚的，知道吗？就这个地图上已经没有任何东西是属于他的了。说实话，你不得帮我一手，抬我一手。我怎么抬呀？刚刚他妈出价3000是我出的呀。新仔，新仔，希腊换莫兰换不换？你可以去跟 JDC 叫价。谢哥。Fuck。怎么说？房租金？不，还有一个可能是因为冬天了，天气比较干燥。什么意思？有可能。对，我给你脸，我换那个，不然你不要没用到。我傻呀？张哥聊不聊嘛？希腊一千块，希腊一千。我肯定不聊呀。他希腊一千。希腊一千。一
一百万人民币出一千，那一千怎么可能的呀？两年呀。我这样吧，我加八百块，跟你换。啊？怎么样？我希腊加八百块换你波兰，你去跟 JJC 要价。啥呀？要不了，宝贝。哇，这声音都不错，我操了。不是呀，没用，对于我来说提升不大的。一千一不谈了，好吧，一千一。不行啊，我操，你两年地。哎，算了，哎，那就不要了。对呀，弹幕力气有点重了呀，玩这个游戏本来就是做生意嘛，你们不要他妈老是带别人节奏好吗？都别说了，都别说了，就过了。我操，给跑了。小心哥哥，不对不对，小心哥哥，那个玩这个游戏本来就是要做生意嘛，就是面红耳赤嘛。你们想想，你们出去他妈的，我操！假如你们是这个旗子上的人，你们他妈是这个世界上最牛逼的，你们他妈在买国家，你们不得真的面红耳赤的？玩游戏我不知道多少钱，就大概。不知道。一千多。你想要多少？快快抓紧时间！留个三个两年，还有日本。来嘛来嘛，哥哥。怎么了嘛？我又没有，我都是他妈和平做生意的呀，我又没占谁便宜。和平着，我现在很需要钱，一天玩着玩着就吃鸡了。但我确实是和平做生意啊，我有占过别人便宜吗？你讲道理，你去复盘看一看，好吧？我学到六千呀！啊！哎呀哎呀！这个谁能踩到？你太慢了，阿胖现在真的你要吗？阿胖，就八宝啊！现在一千二，现在八百买不了了，阿胖。哦，糟了，重锤！宝贝，重击陈新仔的重击，1200块。谢谢老板。终于有人来缴费了！裂开了呀！我死了呀！1234567！哇神走位牛奶！哇，没用的呀，他上面下一波就死了，没有一个房子。有没有老板抬一手的？抬啥呀？别来567！别来567！你。欢迎来哥，你怎么不是我家吗？哎呀，这个房子有房给别人，他妈多少钱呀？倒亏一波多，我好飘啊！古巴雪茄好不好抽嘛？最正宗的呀，最资格的。没有兄弟抬一手吗？那他妈怎么抬？你这地图上已经跟你没有关系，连他妈跟你交易这个选项都没有。能可以这样？能抬你的只有退出游戏这四个字。我3000块卖你2块房子，对不对？然后呢？然后你给我块地，我当时是最有钱的，我怎么给你？我白给你。对，100块买100地，难顶哦。再搁1000块美国再给你，然后你1000块再收回去。哇，900，这没有1200不交易了，没有1200不交易了。三车站呀，第三个车站，现在地图上全是陷阱。1200，你现在有车站可以苟活，这个车站低于1200不了。我有钱、啊，1200，你刚刚800不要，1100你也不要，现在到我翻身农奴把家还了，自己考虑啊，等会儿你要把美国再买了这块地1900，行1200 ，OK， 想要稳稳的幸福。Oh. 我现在只能白嫖，什么都干不了，我只能看着你们玩。你踩一脚就磨了。对啊，你5000块不抬我一手吗？小心哥哥，1300干不干？我怎么抬嘛？直接送钱吗？对啊，就只能这样呀。
一千三，行吗？为什么不允许交易？他为什么？其实我这一项交易不允许。如果欠钱帮你还了。你现在只能这样谈，你中国100块卖给我，我然后我2000块把中国再卖给你。嗯，太高了，我待会儿再补你150行吗？他太高了，不能一千三不能出。算了吧。又不干了呗。来人的心。你也建不了房子呀。不是，等一下到你再说。没关系啊，我待会儿马上要踩到他们的房子了。到你再说。没关系啊，我待会儿马上要踩到他们的房子了。哎，不是我左上角没人光顾的吗？不是你交易我1150，什么意思啊？我操！本来1500的卖你1300的，你又交易1150，啥意思？不是我交易1150，是因为他那个减1300卖不了。我跟你说了，待会儿补给你150，然后你又不干，他减不了1300，没办法减。我是好人呀，你相信我呀？没有呀，我交易你一样的，一会儿好吧？哦，痛哇，香的滴滴，抬不了。哇，肥了肥了，开始吸血，痛是真痛，好痛啊！美国牛排它香不香吧？沃夫冈牛排馆它巴不巴适吗？我想一想，1、2、3、4、5，美国呀，好地方。4、5，哇，我完了，我死了。7、8、7、8，啊哈，我操！牛奶玩，谢谢老板。牛奶真的要滑不动了，牛奶感觉随时人跃跃欲坠，摇摇欲坠。想一想，哎，算了算了算了，孤魂野鬼。牛奶哥哥因为啥也没有，我又见别人的名字都有土地，又见他的名字点不开。妈，巴西也讲。张哥，反正我已经死了，我来想想我怎么当搅屎棍。大哥，你都踩在我的地上了，你能不能跟我谈一谈？唯一的办法只能进监狱狗，但是进不去啊。没事，你等我，你等我起来，我买你的中国呀。你别急。终于有老板来了呀！欢迎来到美丽的立陶宛 ，Welcome to the 立陶 fucking one。完了。Welcome to the fucking Latvia。欢迎来到我家做客。1800，两波肥。妈，几回合没人踩了，讲道理该踩一下了，好吧？又踩你的？没有，没有，哎呀，没有。现在只有刘哥能踩我，去中国。刘哥他妈拿什么去踩你？刘哥只有拿他的棒棒去踩你，真的。刚刚有人经过我的房子，结果我三轮都在监狱里面。一二三，啊，还好。牙儿，牙儿，牙儿，还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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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盒子的操作永远这么精彩，你知道吗？精彩。我已经在这里退了两回了。走位，崩茶，啊哦。哇操！太香了，这东西太香了。大力神盾，你知道吗？大力神盾。怎么办？1、2、3、4、5，我只要2、4、5，2、4、2、3、4、5，没了。10。好，恭喜你发财，恭喜你精彩。可是牛奶说的不是你给钱吗？牛奶哥哥，牛奶哥哥，肥美呀，今天。哦。阿炮，聊一下啊，你只有1000了。宣告破产啊！又说夜市。牛奶离开，你知道吗？牛奶离开这局游戏是带不起任何波澜的。这块地，这个游戏上任何一块地跟他没有关系，就他走了，游戏还是一样的，是他妈最滑的。正如他轻轻的来，轻轻的走，不带着一片云彩。这太难了。阿炮，凉不凉？阿炮，850。八百五，一个吃的站牌都买。
一千啊，你一个地跟我要八百五。你没钱，你要财不要？没了呀。我目前财不了我自己的地，也不，我目前财不死。阿炮踩一脚会没了呀。这个实在是价格有点低。张哥你妈，别人三千买地张哥不卖，你妈自己买地八百，人家妈喂一千，太狠了，1050，不行，哎我的妈，这个现在两连地老子那就你等你踩吧，还好两百，哎多少，三十小问题，三十还行，这房子还没建起来，大家大业的不差这点了。由于你小新哥哥够严吧，将带出进行游戏。小新哥哥摇个一，摇个二吧，摇个二或者摇个四吧。阿炮，你没有钱聊阿炮。不行。一二，不是，那你开价呀，没关系的，有钱说。小新哥摇个四。哎，我诚心价1000，我最贵了，真的。那你说你别不行嘛，你说吧，你开价嘛。我再考虑一会儿，等会儿跟你交易。你不是考虑不考虑，你下一波你去上面走一圈就没了，知道吧？我不会去上面的，你放心吧。那我再给你加50。没用，你老该拿那个纳美的。你考虑吧。两千，一口价。一人退一步吧，好吧。很贵了，1800很他妈贵了，真的。我要起房子的呀，要给要生钱的呀，不是说拿过来就直接就无敌的呀。你想吧。他妈太有钱了。谢谢老板。哎，我卖不了了。哦，不是，这不是我的，不是我家，我是你。哦，这是我的，那没事。对，我帮你卸了，帮你卸了。呀，我他妈的，我的说六六呢。那没钱的呀。大风车吱呀呀的飞哟，哟这三车在保命哦，续上了哟，阿炮。呀，那必须的。呀，玩走位的。到我了是吧？哎，我刚应该建房子的。哎呀，他老是占位置，老是去那，你退一步他不行吗？哎呀，我好痛啊！我刚收的租，然后又没了，握到手里爽了不到5秒钟，哦，就没了。给爸爸交钱，交你了。苏利亚拉姆斯利，有老板要买地吗？我有2块0的地。苏丹跟利比亚便宜超便宜，有老板要吗？你多少钱？你出价嘛。2块。大家都好兄弟。我是你妈。还要来？我操！掰开了呀，妹妹，十，哎，还好。水友车站买水友，香呀妹妹，你妈的走，大家走位都好，真的，这把走位都好。我家里都好久没人光顾了。啊，不生。咋了？感觉下一步要砸我那个，我你投我。点完成。850，四连车站，我倒疯。还行。是不是没人逮得住他了？他要换的话。对呀，这个车站在你手里也没有用，你那些金牛还可以跟他们拼一拼。爹，怎么说？考虑的稍微有点久。是不是有点动摇了？要不要点一下交易？那没有什么用，你这个车站对你来说。
啊？等于一千。我操，八千五真的还把地买了，我醉了。八百五，把车再买了。我这两个连在一起的地有人要吗？留个车站不能卖了。我车站是肯定，当时我是肯定要卖的呀。四个车站可以迂回好久。我当时卖的是三车站，而且我缺钱呀。我操，我看错了，我以为是两个车站。我说了呀。对，他现在四车站。哎，不是我家，真的，我家是他妈袜子多还是运动鞋多呀？怎么没人来呀？哎，你妈，我六年你妈收不到珠子，怎么回事呀？你上一把不是还有吗？我这一把好像都没人。哎呀妈！三轮了。哎，谁在干啥？谁有没点完成？这要睡着了。谁有太有钱了，不知道怎么花。呀，我家是真没人管我。一千。完了，等于一千了，等于一千了，我操！啊！过去啊！太吓人了。我脸就香了。出他妈大事了呀！大啥事呀？他在监狱里面。我有四千三，可以再次来踩我一脚，我要去买东过去了。老子出个狠价，出个他无法拒绝的价格。不对，他钱太多了，他可以拒绝。想了一下，你们两个人都有点，你们俩生意不好做。隔房，左上角谈盘。你们都是一个平价的两年，钱都多，你们两个生意不好做，要必须有个人放血。现在，左上角不是很贵吗？龙哥，左上角买吗？啊？左上角买吗？左上角吗？嗯。买呀。我要买呀。那你们砍价吗？多少？多少？我可以出三千。太过分了，有出更高的吗？一百吧。老板的土耳其，我可以出三千。有三千更高的吗？没有吗？三千一。有比三千一更高的吗？我已经吸了一千二，交个朋友好吧？三千二。怎么说？三千二。希腊一千二，讲道理很贵了。三千二，三，还能更高吗？龙哥再给点嘛，龙哥大气呀。我出的三千二呀。再给点嘛，再给点。我已经点了呀，现在我出最高呀，刚刚三千呀，我三千二呀。主要是我怕一桌没了。我主要我买了我就只有两千三了呀。有房子你给六哥留个地方就吃鸡了，你知道吗？啊。你主要是我怕我一桌就没了，我马上要到那些很好很狠的地方了，我还能苟一下，我不想给钱啊。哦哦，交易了。哦好。我不想给钱啊。哎、不是我怎么自动摇骰子了呀？哎呀，我他妈要收珠子了呀！时间到了。哎呀，我就应该出去的，三千块钱它不香吗？哈哈哈哈哈！亏大了，这不，你们都过去，那我不出去的呀。心痛九零一二，这不该进去。喂，姐姐。我出价最高的呀，我谁有三千一，我三千二呀。一千二，友情价。小子没钱了呀，他肯定要卖地了呀。这太便宜了，张哥卖我呀，张哥。因为我下一波。张哥卖给我，张哥。我已经到土耳其了，马上要到那个连排了。我要踩一脚空了，我就没了，我还不如保下狗命呢。卖点呀！太贵了，太贵了，不然太便宜了。呀，一千二还便宜啊？取消马来纳，你取消。
1800。这叫我还老六，我哪次生意做的双方不满意？老子哪次生意做的大家不满意？都是他妈双方满意的，好吗？你这本车站我不太满意。还有六个人，我不能坐。讲道理，我车站你1100的你不买了，后面我800卖你不要，然后呢我才加的价，讲道理是不是？歪哥歪哥哥。张老师，你在坐牢是吧？我操，你这个地有点恐怖啊！对，巨他妈恐怖，6年。少收2000块，我坐个牢少收2000块。刚刚小盒子操作慢了，我裂开了。还好刘哥在坐牢。对不起。没有没有，他现在打折了，他现在收到的钱都很少。我之前用的那个卡。还好，狗住。我这个4连，我右上角这个4连牛奶没钱了，3000块我买的，他卖的开开心心。这个2连小盒子没钱了，3200，我出最高价。讲道理嘛，说水友们呀。不是，我想买的，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出价。我刚刚只有500块钱了，如果不出3200，我就没了。我下一脚就要到你坑里去了，还不如现在给你，我还能活一波。我不想出400块钱。呀，少出2000块，妈的，现在危险了我。不好意思，对不起。我的盾在这里肯定不重要，我只有摇到4才付钱呀，我不可能中的呀。200块，好贵呀，这个车站。4×2200。678678678。八。还行。而且他妈这把等于1000。这把游戏的设定就是左上角不怎么肥，这把肥的是右上角，所有踩的东西全是右上角踩的，左上角踩的很少。哇！娘妈的，还给老子降了一级。1123，还好还好。我这不可能摇个他们摇到这去吧，讲道理兄弟们。6、7、8、9、10、11、12，我要12都去不了，我这次肯定不用盾，我下波用盾。进车站了吧。呀哟，什么鬼呀、啊、你妈这他妈踩个这个遭了800。好痛啊。这个好痛啊，你因为你现在地很多。我操，这他妈也行，强行杀猪 ，nice！ 关键时刻总有一个人抬我一手。差点没了，1、2、3、4、5、6、7、8、9。还没有人挂吗？哇！就是有地变性的那个，有奶变性娘。1200，那个位置真的响，那位置上踩他妈7脚，十下的差不多也是，十下的嘛，差不多也十下的。那位置踩的妈，我操，八至少十下了。这一波兄弟总共8、9、10、6、6，踩了他妈快十下了。来宝贝，哇，威胁，1、9、10、11。给我来一个好的牌。懂了吗？1、9、10、11，可以，躲过了。哇操，太猛了呀！这是走位。这个笨种，这个哥是，不可能，加500，加500，呀，我也放歌。好运来。呀，我不放歌，我唱一首。呀，我唱6的，我他妈直接用盾的，这回合。1、2、3。
还可以，有盾，但是还是要踩，零元，还是要踩一会儿，一会儿还是要来。哦吼，呀，我还他妈要招。高老师，不老说啊。风拆。哎。呀操！好痛。这左上角就是疯狂，现在开西了。高里呀，十二。我操！哎，我房子多呀，讲道理是该收点米嘛。你妈逼还要来，还要找，要你精彩。呜呼！找你两千多，我好香。大山，元气大山，直接精彩精彩。张哥聊不了吗？卡塔尔。你聊，你开。我开。我开三千嘛。交易的。交易。可以，你去给他们盖，给他们盖满，让他们去踩。这么说 ，OK， 不白。两千，现在要。两千那是不可能的。最恐怖的中国卡塔尔兄弟们，他来了。坦正终于要出来了吗？但感觉如果我把卡塔尔卖了，我永远没了。我抬你。我可以抬你，你只能卖了呀。T 是什么？停车场之类的。我是你，我就现在买，因为他其实就两块地。从运气上来讲的话，他走着走着，他的钱是会变少的，他的钱是会变少的，所以你现在卖才能卖出高价。我觉得他等会钱一定会变少，除非他一直这么好的狗运气让别人一直踩。换个板子，换个板子。夸张了。啊！加油！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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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摸摸擦的嘛！这歌不好使。加拿大美国太赚钱了。这个亏钱歌，哎呀！跑路了！啊哈，妹妹，你也看到？哇呼！幺二幺！哇，幺二幺！欢迎欢迎！这把右上角太狠了，太狠了！右上角太狠了！哇，右上角这死亡六年，没办法。你妈左上角的死亡六年真的跟右上角比不了，差太多了。那确实。但是我按不到三千，哦，按到了。六哥，两千三六千八百九十七，六千四百块。讲道理是要卖的，好吧？他等会出不起这个价了。等一千，求你了，求求了。不可能的，不会加。哎，左上角是好用呀，左上角坐牢出来就是左上角啊，但是这把左上角运气不好。等一千，等一千，我跳脱衣舞，别兄弟别，跳脱衣舞，哎呦呦呦呦呦呦呦，脱衣舞，解说的话，脱衣舞脱衣舞，尬住了，卡住了，卡住了，卡住了吗？完了，小心，看到吗？小心，没事没事，小心，大起大落，完了，直接被秒了，太，这也太狠了呀，太恐怖了，兄弟，这叫说什么大起大伏啊？操他妈的，陈金仔，日你妈，老子在吃酥肉，酥肉吃到气管里面去了，这个逼他妈等一千。压力也可能差点把老子噎死，我是，我操！推我两千，干嘛？这样最有钱，这里飞。不要，现在还是待会儿跳。两千，脱衣舞，脱衣舞，脱衣舞！我操！一千都不买了，完了！
完了，你流鼻血了。我操他妈的！你现在就滚雪球，你知道吗？你再考虑一下，再考虑一下。你现在最有钱。不考虑。1500就买了。哎呀，1500太贵了，1800吧。那你才赚一点点钱啊，1800。1800，你要变成蛇才能回得来。你最起码有两个是自己的地，就安全了呀。不安全。我操他妈的！陈金仔这下把老子重伤了，我日他妈！这一脚踩的他妈7万，1600，你怎么踩的？流弄鼻血去。啊？1600都不行吗？我操，他自己摇铲的。啊？流鼻血了吗？他跑，又去了吗？要谁也没有干房子呀？我要给他钱吗？啊，不用，麻烦。帮我走一下，张哥。啊。来，我上次走自己玩，走到他妈我那儿去，一万等1000，我这个还狠，我习惯了，我所以说我刚刚就没有任何的表情，你知道吧？没什么好说的。人他妈哦，缴费450，谢谢老板。本来可以夺个第二，张哥好操作，张哥三第四吧都。张哥要到你自己了，可以带龙岩吗？可以带啊，然后200万，随便，无所谓，等于1000应该是赚了吧？这还赚钱的，这个、对，还赚600。我谢谢您嘞。小鱼他妈又来个等于1000，太鸡巴秀了。真的吗？赚600。很贵。再最后一次，1600。谁要怎么不盖房子呀？我盖不了呀，没那个选项。你把你这你要把地赎回了，你要把卡塔那个地赎回了，赎回了这就可以盖了。最多给1200，不然我不要。哇，张哥，1000，你发了吗？我靠，我没看到。1000，不可能1000的呀！我现在你留1000，我踩一脚也死。1200，起码到1200。最多1200，我1500也活不了。我他妈买个卡，我卖一个卡塔二才3000，你这个你要。你让我1800，1500，好吧？你刚才也说1500，不要，现在1500交易，1200。不是，我这个流鼻血不是大问题，因为我身体经常不好，知道吧？所以我经常检查，查血压什么各种检查，他妈那种 CT 天天查，如果有问题早就查出来了。但他妈我确实流的有点多，我操！你刚擤鼻涕把鼻血擤出来，应该是你鼻腔的血管比较薄或者脆弱。血管破裂了。对，应该是这样子的，就灌进去，不是哪里去哪里。我最近一个礼拜少说他妈流了10次鼻血，少说。啊，这么严重？再来一次。对。这么严重吗？不知道。大家好的，别等于1000，别等于别，没必要，没必要，没必没必必必。算了，这是什么？我还可以再摇一次 啊，没有。走位。照道理，毛细血管破裂应该只会一点点，不会很多的。还是要少熬夜，我都秃了。哎，我操，没完成我的。
盖起来了，盖起来了。这个我跟你们说，这个他妈踩一脚就是去世两个字，好吧？我离这里还远，我没事。那没有钱了。对，可以跟他做生意了。可以跟他做生意了。只要现在不踩他的地，他就没有了。刘哥急了呀，刘哥！我怎么急啊？急了！我哪里急得了？我打赢吧，还要养？还要养？还要去踩？我香，我香你妈喂！我地多呀，讲道理确实该收米呀。我还养，来再养。刘鑫。这块女婿踩地也没钱，好，妈踩两脚，咱就回去。哎呀！啊，谢谢啊！哎呀，这块地立陶宛风水宝地。讲道理呀，左上角开始发力了呀。六千等五。该发力了呀，八年呀，老子至少是个。哎。一二三四。5、6、7、8、9。空气太，空调太久，太干燥了。1、2、3、4、8、9，求求了，求求了，求求爸爸！1、2、3、4、8、9，1、2、7，完了，破产。哦。这是加湿器吧？放它旁边吧。你怎么7000多块钱呢？我地多呀，地多收珠子呀。就土地租可以，地租吧。我裂开了。小金6000多，可以聊啊，想卖什么可以聊，我钱多8000块可以聊。我只能卖波兰呀，贝贝。谁有卖想卖哪里可以聊天，可以聊。美国站，不对，美国站卖掉了，我裂开了。那卖什么？你要什么？你右下角跟左上角的二连都可以啊，你就只有这4块地啊。刘哥，你的波兰要不要？卖房子呀，卖房子。右上角跟右下角，你选一个吧。拆房子，拆房子。哦，谢谢张哥。这个给刘哥还拿鸡巴呀，就没了呀。可以猜，可以猜，猜吧，猜吧，猜吧，没事没事，都行好吧，我都行。你们这样吧，我不提条件，你们提条件。我不跟你们聊，你们跟我聊好吧。刘哥，俄罗斯要吗？刘哥。啊。俄罗斯可以要呀，你开价吧。我他妈门都不敢出，真的是追我的。开价吗？1200俄罗斯，我想想啊 ，YJJ 俄罗斯1200卡的是谁？卡的是小新，小新没什么竞争力，不要。要不希腊卖给你1500，不是我卖，谁跟你有竞争力的？我卖给你啊，我没钱，你不是要？他刚刚跟我1500要买，你等下去跟他还价。希腊值1500，妈妈6000啊！希腊1200是吧？希腊1200要了。1500，希腊。我希腊可以要，希腊1200要了。你是波兰，你问的是波兰。这是波兰。哎，呀，上当了！呀，你不是说要卖希腊吗？怎么又是波兰呀？不是小心跟你的卖呀、啊，我在跟你聊呢。呀，陈英仔，你是畜生吧，陈英仔？哇，虚假交易，你妈阴阳合同，我日你妈哟！我一直跟你对话，你没听到吗？怎么说？他现在太狗了。我现在俄罗斯可以卖你。我现在俄罗斯可以卖你，你要多少？报价吧，报价。俄罗斯吗？你现在我卖你，你就基本稳赢了呀。那这个起码卖个2800。啊，不要，你继续熬吧。哎，我2800。不要，不要。这样，你们现在不要跟我聊天，要做生意就直接交易，别的不想说，好吧？如果我不满意，我就拒绝，就这么简单。所以出价自己诚心。良心了，2000你就无限收钱了。等会就，我们这左半边全是你的。那我不要，2800不要。
两千，不过两千吧，两千。一千五，一千五。快点快点，要操作，他说我挂机了，两千。你刚刚说，你刚刚台下说我的日本车上一千五二我都卖你啊。我局势好呀。一二二，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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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给来。没事，你还能再踩一脚。踩到自己的地上，居然要给别人钱，这种感觉。我们抬一手阿炮，好吧，抬一手，抬一手，两千，抬一手，抬一手，抬一手。两千，抬一手。抬一手，抬一手，抬一手，抬一手。抬一手。然后我再走回去给你。包里。左边，左边一半。死亡之旋转。等一下。二。裂开，跑了已经。哇。还加五百，哎，过分。啊。哦，还要再摇一次吗？哦吼。来我家求你了，爱你么么哒。痛啊，马飞！我很喜欢来这里面，就痛啊，贝贝，痛的呀。五十八块，再见。车站两百块，车站都交不起钱啊。建议办又上两年了，说实话，别拆了。又上两年可以卖，下面中国卡塔尔无敌，要不你卖一个留一个，卖一个卖一个，不要买吗？卖哪一个？爱尔兰，爱尔兰，爱尔兰出价两千五，两千五你抢吧，你抢行不行？两千两千两千，你去抢吧，两千。两千还叫强吗？你卖一个呀，你又不是卖两个呀。要不然你还有钱吧？资本呀，你还要买一千八呀？干毙了，谈不了。一千八，谈不了。一千五到两千之间吧，差不多。一千八嘛。我已经在监狱里面待了一年了。拉油拉拉，晚安。哎，哎，还好。哎，可以。哎，那这左边走左边不都是给龙哥送钱了吗？一条街。是啊，他我去右边就不应该去监狱的，哎，吐了。一座商业城了，已经了。对的。哇。哎，我正好学货。装书还得了，我他妈！现在走上去就给朴老师一脚啊！我最近玩这个游戏玩了三把，吃了三把鸡，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哎，好烦。哎，裂开了！这太狠了，四四四四，哎，完了，一二三四五六，哎呀，还好，还好还好，两百给得起，两百给得起。这个美国站我自己的，总比两百现金好呀。哎，怎么还要摇啊？完了完了，九。直达起点，好走位，完了呀！哎呦，吓死呀！我以为我要去半条街那里了，吓死了！你把那个卡塔尔跟中国走过去，不然这里面踩一下直接破产了。那左边这一条街也卡塔尔呀，摇起呀！真他妈被我叫中了，痛了呀！中国，我爱你母亲，亲爱的母亲，我裂开了。一千七吧，完了。没事，他在坐监狱。哦，谢谢新哥。太过分了，又过一劫。阴阳怪气。早就支付了，你妈咪！哎哎，两把小骗子。哇，走位。这水友他刚都付款了，现在又瞬间站起来了。哎，崩溃了。崩溃了，崩溃了，还要摇是最恐怖的，你知道吗？关键还要摇是最恐怖的。拜拜拜拜拜拜 ，nice。哎，牛白块。哎，还好还好还好。行。哇操，好痛呀！我水友，你有钱的，你可以适当的盖点房子，知道吧？不然活局盘不过来。
一千六不敢盖啊。你看，哎呀，只收一百三，对，太他妈瓦了。或者等我先经过了，大概也行。我在哪里啊？四五，完了完了，一二三四五啊，没事。两百，给得起，给得起，给得起，小钱小钱，在富婆面前。你们来来回回，我一轮赚八百，还行。安稳钱好赚，没有风险。这个、车站又来两百。对呀、啊。他买车站的时机比较好，大家那个时候都还挺缺钱的，都是生意刚做完，缺流动资金。我当时不缺钱，但我在上厕所。这两百两百的吸不够朴老师一口吧？走位棒棒嘛，他走位。好走位。回家回家。我先溜了，自己加地。哎，怎么不踩一下呀？一二三，直接塞。我希腊有想要吗？八九十十一，希腊一千二，一二三，十一，一二，完了呀，我没了呀！哎呀，洗碗。我还有两块地，有老板要买地吗？你可以拆，你可以拆一层就够了，拆一层就能活了。怎么拆？在哪里拆呀、啊？右下角点那个出售，点出售，然后对着利比亚和苏丹点一下就行了。好，我来看一下，点这个吧。你现在身上还得再拆一层，一边拆一层，拆一个吧。不用拆了，不用拆了，你现在有二十块了，可以去买一个全家桶的，全家桶买不起，我裂开了。买个鸡块，这剩下一条街还得再拆房子。Damn！ 那这件事那个你土耳其买吗？谁有？我建议你先别盖吧，你马上要过左边的，右边左边你只有两个客户了，没什么客户了。对，听你的。你要过恐怖的左边的。直接点到储到他妈卡中国上面，然后再他妈给中国盖一层，我裂开了。好恐怖！你说的中国能创造奇迹，你相信我。哼哼，哇！都回家了，兄弟们。你刚刚给中国，你刚刚给中国盖一下。然后把这个丢到中国，他这一脚给你三千块。没钱。没事，现在还可以。现在砸锅卖铁了呀。还得再继续。太惨了。嗯。妈呀。六千等一千。哦，爱你，么么哒。那这一生你一千二卖我土耳其，你卖吗？不卖。那多少卖土耳其？一千五。我希腊一千五卖你。一千二。不然不了。算了，我先苟一下。哎呦，完了！妈，这一窝通不通啊？这一窝还要吃哦。宝贝，别一样了，别一样了，别一样了！如果通了，还行。小盒子要过恐怖的地方，恐怖了。怎么办？怎么办？我想一下，我要不先卖点，或者怎么办？我要不先卖了，把这个房子卖了吧？有人要这个房子吗？苏丹跟利比亚打包便宜出售，跳楼再来跳楼价。我两千给你啊，我两千给你买了吧。好。
这两块，但是我感觉我两千刚拿到手，前面你那个房子又要收我两千。我感觉两千这两块地真不值两千，你信我，两千你很赚了，好吗？主要是我感觉我刚卖给你，我又要踩到你家里去，这是最关键的，就是打工。意思就是你卖了、哎、卖了钱，还帮他数钱，都还得给。啊！刚卖了钱又。你们都不理我呀，你们任何一个人出得起两千吗？我问一下，你愿意出两千吗？你们刚刚话都不讲，然后在这里，你谁有？你们任何人愿意出两千吗？你们没有人愿意出两千，他只能卖给我呀。你要讲道理嘛，对不对嘛？嗯。主要是卖的时候你们又不讲话，然后现在开始了，完了。最大的安全。等会儿出监狱又要早起，我跟你们说。对呀、啊，又要卖房子，哎呦我的妈呀！没有房子可卖了，这个游戏，这局游戏已经跟你没有关系了，跟牛奶一样了。哦，对，是的。我看一下，还有小青哥有两栋房子，说不定我能只给一百。现在只有这些人能抬我了。下播来我家坐一下吧，左下角坐了三个，马上要过他妈清晨十二宫。你也看，哎，本来就没钱了，还要抽三十块。还可以再见一点。点完成。阿C 来我的地方坐一坐吧，五六。完了，裂开。不贵，这一脚才900。嗯，兄弟们，卖房子了，砸锅卖铁了。天啊，没了。砸锅卖铁了，有人要房子吗？加拿大 and 美国。报价。Anybody？ 单栋卖单栋吧。啊，卖单栋吗？我不要，那不要。双栋3000块。不要。三千还不加、啊？不要，差不多吧。三千差不多呀。啊，不要，你找别人吧。你觉得多少？他们买不起了呀。我买不起，我只有4000块了，我要稳呀。那你能出多少？你看，你先跟别人聊一下吧。我现在不是很想做生意。哎、啊，我接个电话。他们没钱。我知道呀，所以你先跟他们聊一下嘛。谁有要买房子吗？买什么？加拿大和美国，加拿大美国多少？1500吧，还可以，真的。你之前1800买别人的呀，你忘记了吗？2000我可以买，2000可以买。哎呀，2000我可以买。加拿大和美国吗？多少钱、啊？自动操作的，我吐了。4-5-6，完了。2000块可以买，怎么说声音的？2000块。不是2500吗？啊，2500也可以，现在有钱了，2500也可以，2500也可以。裂开了。青哥，我建议你晚点卖，等我有钱了。他不可能有钱。我跟你说，你有钱也是等 JJC 过来踩你一脚。对，张哥马上要来了。啊，交不交易？交不交易？金哥再等等。等一轮。哎呀，我直接出超过他的钱，3100。嗨，三千一吗？对，3100。眼看他高楼梯，3018，3100，哎，我怎么只有300块了呀？哈哈哈哈哈哈！啊！哈哈哈哈哈哈！哦，难听啊！哎，我操作失误了。
我秀。哎他妈干一手300块这么贵吗？踩踩个卡塔尔。这么长的呀，小山沙。刘哥，聊一下。我这一个麦好像把麦立。刘哥聊一下。啥意思啊？刘哥聊一聊嘛，别卖房。刘哥地震了，刘哥地震了。完了，刘哥震完现在还亏42块。没事，踩刘哥你不痛了。哎，我打你妈棒槌呀！我他妈的，哎呀，我厉害了。感觉水有刺激了呀！我操，我怎么能连踩他妈两脚呀？这就是心碎的感觉吧。龙卷风。哎，是你妈金融危机吗？这个是你妈大市场他妈牛市呀！这个是。完了呀，兄弟们，裂开了已经。我不应该盖的，我不知道盖一下300块，我不知道这么贵，你们知道吗？刘哥聊一下。不聊不聊不聊。我他妈想着抬一手诚心仔，知道吧？我钱多无所谓。哎，我裂开了。你妈修缮支付一波，我这儿面麻痹。不是我那妹子一年没人踩我了。哎。什么？土耳其？朴老师，现在朴哥现在下去了，现在跟我交易非常靠谱啊！终于有人来踩了呀，肥妹呀！不是，关键是，我他妈人在哪呀？我不会踩个叫停吧，在？应该不会吧。吸的力量，好像是。熬着，熬。我是不是可以在监狱蹲到死，蹲到熬死所有？我再出去啊！你监狱蹲几回合就会把你赶出去了。没事没事，我再蹲一蹲。现在外面还难看他高楼起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我裂开了呀，兄弟们！关键他妈现在收不了珠子了，这很烦。又他妈牙。关键现在他妈没有珠子可以收呀，这很恐怖呀。还好。日本的。很惨。6-7-8 6-7-8 6-7-8。好。我要在监狱一直蹲着，使我快乐。现在踩刘哥这儿不疼了。踩刘哥现在也就300-400吧。对，只要不是满房子就不怕。等一千，等等。
这个是什么？乌盾吗？我现在卖地他们不会要的呀，你妈这个游戏真不能，真不能他妈乱搞。不是，怎么他妈吃两轮呀？哎，有病吧？七的力量，关键时刻总有一个叫他妈吐的人来，你知道吗？哎、又他妈奖杯一千多，这不他妈吐了，真的是。又站起来。老是改两下，你知道吗？老是知道把你让的。我现在身法不好，这把我人没了，兄弟们，真的。五，八也行。转盘怪。加五宝。哎，右下角的地，谁有要不要？谁有右下角这两块？加拿大、美国吗？右下角这两块，右下角，苏丹、利比亚。那个不行啊。我要加拿大美国，加拿大美国开价吧，加拿大美国一千五，我这个英国战备一千五不卖，我刚刚三千一买的呀，那你现在踩一脚没了呀，我操，现在开始他妈恶心我了，我裂开了，两千五，两千五，两千五太多了，那就算了，那就算了，那我先摇吧，我先摇两千，哎，不好意思，溜了。为什么我这里他妈就没人踩呀、啊，妹妹？哪去给我踩？去给我踩母亲！我操！我他妈就踩中过去了！我操！你们六个还没打，我打了两局英雄联盟了，你们六个还没有一个死。我要去送钱，快点，很急。操，留了第二眼没人踩了。现在谁最肥啊？现在你妈我要裂开了呀！我要。你不是八块地吗？我他妈现在十块地，但是我遭遇了。香呀，妹妹！一二三四。我惨了。我遭遇了一次金融危机，一次罕见的金融危机。你十二块地。但我遭遇了一次金融危机，遭了一个金融风暴。你知道吗？什么？你九百块踩一脚。土耳其系的。土耳其系的不要，要上面的，要右上的。我他妈那我他妈直接卖地了。哎，别！你卖不了，不够。张哥宁死不屈。八块，好惨，精彩 ，nice。跑跑跑！主播进监狱了。跑跑。啊？兄弟们，有一句话叫做十块，有一句话叫做人不狠站不稳，你们听过这句话没有？哎呀，二百块没得了，这白块，你这个车站真的太赚钱了。留个左上角三连卖不卖？不卖不卖不卖。好，谢谢。哎，怎么还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完了。哎呀，那就不好意思了。哎呀，不要钱就太好了。两个顾客。我怎么感觉 JDC 会一脚中国踩下去？我踩他，我心甘情愿。妈的！哎呀，我日你妈哟，糟了呀！你妈祸不单行呀！加拿大、美国。完了！哎呀！啊！不是什么什么呀！心碎了。2500，卖要不要？2000，加拿大、美国。啊！卖了！来。当然呀，谁有吃鸡的呀？我们两千五，他老是卖我，你知道吗？我们等他一下就没了。卖了。
立了。一有钱又升房子了呗，就他妈这一手就看这个人了，就看他了，宝贝，就看你了，回来吧 ，nice。nice 什么样？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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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老子还没电呢。YJ 出2500吗？我刚没听到。我操他妈的被翻盘了，我裂开了啊，我想游戏快点结束的，你们知道吗？就3100买陈营长那块地了，哎，我裂开了，哇，太爽了，我这个车长写完了，谢谢何王，谢谢，哎呀，给他们拍一手，我这次真的没办法了，哎呀，张哥，你嫖妹妹的事情我都帮你瞒着了，真的太渣了，没有嫖妹妹，渣男，哎呀，完了，哈哈，200块，我要接1000的单，200块，嗯、哎。我操，我要没了，兄弟们，只能拼走位了。这个时候，不会吧？不是，我没盖房，要创造奇迹了吧，兄弟们，奇迹再现，游戏结束。哦，还好，没有，我还可以，我怎么呀？小盒子下来陪我了呀！1 2 3。别投23就行了。哦，被抵押了，裂开了。哎，过了，过去再开嘛。哎呀，天姐，这是要置我于死地。我心太疯了。白给的王。太他妈好了，你知道吗？我需要出去，我不能不出去，我不出去就没机会了。11？ 为什么能扔个11呢？刘哥少挣好多钱。嗯。裂开了，祸不单行。这把，这 YGG 只有4个车站，但是它能来回旋转。我不要投2和3。疯狂苟活 YJJ 裂裂。四个车站可以来回旋转，苟名次。哇，少吃好多钱，这把裂开了。讲道理，两个骰子出2和3的几率太低了。谁能回下国呀？客户们要来了，兄弟们，真的只能拼了。刘哥的客户永远他妈是我一惯，光一惯啊！感觉阿炮就是靠车站当站长，肥的一批。我全部是人爽鼠人堆子，你知道吗？太他妈臭皮箱了，你知道吗？真的香。每次出来你这里就人对齐，来去炸了，再见，狠狠的踩，五八，八了八八。快猜！等一下，别忘了一件事情，刘哥，等一下小心要跳推。谁要上面两座要吗？多少钱？2500。2500。OK， 来，我要了。OK， 有钱说话就是硬气哦。没被翻了，没了。谁？
哇他妈的裂开了呀兄弟们，必吃的鸡没得了。啊哦，老子没有近视，哎呀，打你一把！哎呀，没有建设呀！我不会摇个十二吧？讲道理，哎，对嘛？只能爱拼才会赢的，你们。我操！我刚刚没开语音，张哥，我要的呀。只能爱拼才会赢的。他已经卖给别人了。我要靠走位走过这一轮，很重要，宝贝们。这怕是要糟了哟！我操，这下没踩到，难受了，没机会了。只能见了，不见就是恶性循环，你们知道吗？我只能见了，然后赌他们这一轮踩，不然我没机会的。现在就看阿炮会不会踩我了，很重要。牛批 ，nice。对，张哥再摇一个，往我左下角走，我这人就太他妈垃圾了，你知道吗？八把摇双出，而且特别大的那个数字，我他妈吐了，真的是。哦。没事，但刘哥你可以卖房子呀。卖房子就没机会了呀，现在卖不了地了。嗯，谢谢老板。你这手盖的好呀，这手盖的好呀。谢啥呀？谢谢。还好。这不是给你一千五七八六十八六七八？小心抬了你一脚，刘哥。你们看，如果我这轮不见的话，我就炸了呀！我肯定这轮要 all in 的呀。有了呀，这把他们没了。我现在这些地其实是打不过水友的，而且他房子比我高，现金又比我好，我现在其实是劣势的。又一脚安野，踩我一脚，哇！还是最贵的这一家，而且还要他妈过两关，就要看这左下角这几个兄弟能不能他妈继续给我搞了。这轮不能再建设了。这人不能见了，这人不能见了。哇，这只有这个人。等一千。不可能等一千。来了，真来了，真来了，不可能，真来了，不可能。我操，我这嘴开光的。红叶起跑线啊！无伤大雅。我操，我这嘴。没想到呀。哼。可以踩的时候，他就不是大叔，你知道吗？太他妈香了，真的畜生，你知道吗？晚安，兄弟们。一二三四五六，还能狗。一二三四五，一二三，过来，一二三四五，三四五，啊，我吐了。完了呀！好兄弟，疯狂送钱。免租，我操，太过分了呀！免租呀，歪姐姐，太过分了呀！哇，免租也他妈太变态了呀！右上角你怎么过呀？该我过关了呀！哦，还好。卡套。我操！好。浪漫的土耳其来踩一脚吧。好。浪漫的土耳其。他妈他高楼起，等着你的啤酒妹，知道吗？等着你们两兄弟，他高楼又起了。好，不会再要个铜点吧？别搞我呀！没事，还是你的地。你把地图给绕了一圈，你知道吗？ Okay。哇！没有风，你没上上行吗？
不会又等一千吧？他开始坏起来了。香啊香，我永远去踩刘哥，永远踩刘哥，哎，直接宣布破产，直接。不要了，你不是还有两个房子吗？真的是，不要了，直接破产。哼哼，打烦躁，你知道吗？啊，好起来了，好起来了，好起来了，兄弟们！啊，终于好起来了，好起来了，好起来了！陈信大有人要吗？五千买。哇！瞬间就我们三剑客了呗。哎呀！这应该不会踩到你们了吧？完了。叫停要不要？刘老师，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七百块，我也不要。那我上面这两块地有人要吗？要。两千二。买不了，我买了我踩不起一脚了，两千可以买。一千八，一千八，一千八，我买一千八。一千九。好，一千九卖给他，一千九卖给他。算了算了，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想了一下不太好。那就一千八啊！我不行了，我现在必须得卖，不然人没了也。一千八我也不要了，一千哎。啊？哎啊哦，不要了。哎呀，裂开了呀！没事，两百。完了，现在他妈建不起了呀，买得起建不起了。他现在这都给我卖了。好白老这不就建得起了吗？一千八不要了，不要了，不要了。现在我要老六一点了，不然我他妈容易被操作 了，你知道吗？哎，这谁有感觉要先？就疯狂送钱。德法卖不卖？还得有呀，一千五德法，一千五要不要？你不然你踩一脚卡塔尔就没了。哎，稳了。哎，漂亮！我这一波不会踩到卡塔尔。八，还行。Nice， 高楼起，他妈的。Nice， 给老子用力的跑，用力的跑。用力的跑，用力的跑，用力的跑呀！快跑，快跑，快跑 ！Nice， 跑掉了。哇！直接就出来了，都吐了，没了。德法卖不卖吗，姐姐？看谁有死不死？德法多少钱吧？你现在要？一千五啊，一千五，一千五。我两千五买的地。哎。那算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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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千八。不要不要不要！一千五一千五一千五。不能抬人了，我不能抬人了，老子你妈逼差点把自己抬翻了。一千五一千五。好，交易交易交易。我有点没必要买，你知道吗？我肯定要买，他妈谁有机会踩这两块地，一千五是 OK 的，是真的可以买的。而且他妈一个闪电在上面，你知道吗？而且 YJJ 又过来了，看到没有？刚给他的钱，他又还给我了，他马上又要过我的十二宫。对，我是肯定要买的。要踩一下。哦，又来了。嘣嘣。还能再走一次，哎，漂亮！你看他又要走一次，他直接又 double 了。不是，我买 YGG 的地是没有关系的，你们知道吗？踩了一手，你看他都回来了，都回来了，都回来了。我买 YGG 的地没关系，你们知道吗？因为我是买，我又出来了，又是双数，他又进去了，怎么又进去了？又在里面憋出来了吗？
他妈我治了五次豹子，我操了，心碎了呀。我买 YGG 的 disc 可以买的，你们知道吗？因为 YGG 翻不了我的盘，只有水友有机会翻。没事，反正我最起码打抢现在。还好吧，不好啊！我现在哇，他又要直接是电竞，方糖镜，这方糖镜太鸡巴秀了。回家了。哇！左边太恐怖了，真的左边太恐怖了，全部连满了，你知道吗？又砸、啊，又砸，太痛了呀！太痛了呀！太痛了呀！姐姐，太痛了。不破塔吧，真的没那个了，没有点，没有放盘点了，第三稳了呀！叫停要不要？试车站加叫停1500。叫停真的，试车站加叫停1500，少多他妈叫100块都不买。尊严 YJJ， 不能，我不能抬人的。卖了，交易交易交易。我操，没了呀！卖了，再搞一回啊，好吧。无限循环。哟吼！哎，水友九位真的牛批，你知道吗？5 6 7 5 6 7 5 6 7 5 6 7。哎呀，好烦！他要是等1000，是不是还要赚400？净赚400。点100。没事没事，不踩一脚就行了。前往中国，哦吼！我想想，在哪里把他们夹住？哎，没夹住吗？我裂开了。啊，我没了，欢迎，啊，就是喜欢他妈打消耗战，地多就要打消耗战，把时间线拉长。右上角三，右上角卖不卖？卖，再隔一会儿。啊，现在踩着也不痛了。已经没了，结束了。只要不吃他卡塔尔的这个他妈奥运，他就永远翻不了身。什么意思？拍卖。我看 YJJ 怎么打这个牌，我10块钱买的，太香了呀！啊，还行，一博三，美国香。1234。这个是踩一个卡塔尔，这卡塔尔踩进去就没了，直接分盘。哎，水友的走位真的蛮好，还要走一轮。他走位真的很好，再走个十就没了。哎，我好烦，再走个十就没了。他又来到了呀，又没了。狮子12宫呀，这黄土地来到了黄土地呀，黄土地。白给黄土地，它不香吗，宝贝？哎，黄土地它不香吗？值了，我这个嘴。给我拆中国卡塔尔，给我狠狠的拆。拆了也没了。爱尔兰不是可以拆吗？拆了也不够吧。右上角呀。拆了之后，那几块地还可以抵押出去。拆中国，别拆卡塔尔。不，别。
塔中可以不拆，可以抵押地，还可以再抵押一个。哎呦，活过来了呀！就看我这，就看我的走位了。如果摇个四就没了呀。哎，200。我只要避过去，游戏就很快结束了。没避过去就要再玩一会儿。没避过去呀、啊，宝贝们。啊啊啊啊！避过去了。不好说，我讲道理，我这一脚要是给他踩一个卡塔尔，他还能放。关键是他现在不走到哪里都是我的地方，你知道吗？全他妈是裂开的。中国卡塔尔卖不卖？中国卡塔尔卖了4000，给你3000块，保你稳第二。右上角买一下嘛？不不不不不，右下角不聊，其他的不聊，3000块，中国卡塔尔。现在不是你说了算了呀？对，保你稳第二，不然你就有机会可能要裂开。多少钱？中国卡塔尔？3000。3500。啊，不聊。啊呀，2900。哎哎，3000。2800。2700。太过。2700。3500。2600。再问2600。再问2500。再问2500。再问2500。2600现在2600。没了。好，2600。啊，不要了，不要了。2600，你没了呀。什么呀？惨了呀！你明明可以第二档。哈哈。外面在拿啥档？哈哈哈哈哈哈！太惨了呀！不是我这把他妈抬人，差点把自己抬没了，我肯定不能抬了呀，只能当资本家了呀，这把。哇！裂开。感觉要进波监狱，我现在只想进监狱。裂开，直接裂。我只能这样了呀。特能打击的，我操，你有多弱？六，我没了。我还招个奥运会，我直接裂。重击。刘哥买不买？啊？卡塔尔中国？卡塔尔中国吗？1000块。不要了，不要了，不要了，不要了。我想想，六博，六博太少了。六博那就不要了，六博现在不谈条件，现在露出嘴丑恶的嘴脸。1000嘛，六博啊，五博五，五博五，来，5博5，交易。钱是他妈外头的。现在只能露出丑恶的嘴脸了呀。交易啊，哦，倒塌了，他高楼塌掉了，怎么说 YJJ 要对抗一下吗？哎呀，不是，我等着你交易，我交易不了你，只能你交易我呀。哎呀，好，改速，直接裂开。希腊800卖不卖？直接结束还卖？希腊7000要吗？直接离开了。哎呦！退了。可以结账。那个高跟鞋妹妹给我400，然后牛奶的三百，那我们就抵了嘛。牛奶不给钱，高跟鞋妹妹不用给。我给 YJJ 就行了，那个高跟鞋妹妹400给 YJJ 就行了，好吧？好，可以。